只要上一层东西不脱臼就行。对，这两个的话，地它就吸的。所以我今天说错话了，下次你们就要注意，切完以后再说。现在这个时候白你就都这么黑了，看不到了都。我不知道为啥我都那么黑，可能没你不是 Apple 吗？是啊。Apple 有这么差吗？啊，这是一的，一啊，不要把我帮我调到三，把这振动频率调高一点。这高是多少？这高是八，我们这条线够用吧？你把振动频率调高一点，把速度调到三，再试一下，把它调到四吧，你看一下能不能试吧？有没有跑过四的教练？这个切割的速度，切割的产量。